防护衣的裤管真长，雨鞋也很闷，真不舒服。你袖子也很长，真不方便。哎呀，同学，你看看你，你看我的这个裤管啊，可以调长度，鞋带的部分啊，也是直接套上去，还防水哦。而且你看我的袖子还可以调长或调短，衣长的部分也可以做调整。你看，这真是一体成型啊！哇，这真是件值得推荐的好产品呢。作品为改良传统式防护衣之不便之处，我们在袖子的部分缝上魔鬼毡，用以调整长度。在衣长的部分则是在腰身处缝上魔鬼毡，改善了因过于宽松而不便行动的问题。裤子也是以魔鬼毡调整长度，并以拉链改善裤长不足的问题，让不同身材的人都能够穿得合身。而所谓的一体成型，指的是在裤管尾端加上鞋套，让脚部透气性增加，并减少穿脱时的不便，以省下更多的时间。穿着传统防护衣测试开始。时间结束，穿着改良式防护衣测试开始。时间结束。